七月份的港服会免游戏已经可以下载了，一共有三款。七月份二档游戏出库名单也确定了，也是三款。咱们先看会免游戏，第一款《无主之地三》，从七月二号开始到八月六号一直可以领取，领取到库之后，以后只要是会员就可以玩，有中文语音、中文字幕，本地支持双打，线上支持四位玩家，需要 PS 会员。《无主之地三》这款游戏虽然有点老，但是好评如潮。游戏画面是这样的，是欧美式漫画风格的。好，第二款 NHL 24冰球联盟24，这是 EA 出的，可惜没有中文。游戏支持本地四位玩家同时游玩。好，最后一款太空狼人杀，这个是支持中文的，这是一个线上游戏，需要 PS 一档会员。七月份港服就这三款会免游戏，你们感觉怎么样呢？下面看一下即将出库的二档会员游戏。第一个，小 Tina 的奇幻之地，这是刚入库不久，不过很快就要出库了。这款游戏的开发商和无主之地是同一个，发行商也是同一个。出库的第二款游戏是这个，没有中文，叫王国二君主，是这种马赛克风的游戏。出库的这三款游戏将会在2024年7月16号早八点出库，这个时间同时也意味着7月份的二档会员会在这个时间入库，到时我还会做视频分享。即将出库的第三款是这个，也没有中文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，给各位参考。